辣椒。香菜。海椒，海椒饭。特别下饭，这个饭了，今天吃红烧肉。香菜。麻辣豆子，好吃的海鸭饭又来了，太下饭了，全是下饭菜。
咸淡适中好。好吃的陈薯酸辣粉又来了，酸酸辣辣，非常开胃。分量超足，汤都特别好喝。